three， 好。今天2023年2月4日，三个团队举办健走爬山旅游，还用跑的哦，加油，用跑的，厉害哦，加油！哇，明某厉害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这是第二批，后面还一大批。我们在云洞月岭步道，我们已经走了1/10的路程，现在已经开始走平路了。哦，刚才那个好挑战哦！哇，我们今天运气超好的。本来前3-4天说这边下雨90%，今天竟然晴空万里，阴凉阴凉的，温度介于18到19。哇，健走真的很棒。各位，大口吸我们的负离子，耶、yeah！森哥带的音响陪伴大家。贝尔美，行，这边步道真的蛮好走的。上来又平路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因为膝盖手术1年多了。是啊，厉害哦！一真加油！第一次爬。是啊，加油！哦，用跑的哦，真的假的？厉害厉害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耶、yeah！ 加油加油！现在又平路了，哦，好棒哦！猫公缆车还有1650，快到了哦！哎，我们才走260哎。那个啦。我们边走边玩边拍照。哦，我们经过了竹笋岩哦。到这边就简单了。这个云洞月岭步道。夏天来也不错，蛮多树木的。加油！林瑞凤，秀秀的。堂妹堂姐，堂妹堂姐，堂姐，上去就是茶岩了。刚才前面那一段是比较陡，其他就 OK 了。我们背景音乐是海草舞，也是森哥团队的专属舞曲。我们到猫空缆车站还有1395。哦，
沿着东瀑布，我们走了515。现在都散掉喽。龙洞月岭步道算是蛮优质的步道，蛮好走的。哦，这个有地鼠哦。哦。地鼠打洞。猫空剩下1270哦。哦，看到樱花了哦。看到樱花了。好 ，OK， 来这边有条捷径，来直接往上，加油加油！你们少走了五分钟的路，对，我们绕了一大圈。我5年前就走这条路。剩下20分钟就到了，来跟森哥挥挥手，宝兰，哦吼，加油！来跟全世界的好朋友报上名来。你好，早安。不好说，不好说。耶，加油，加油。加油！